居然还有露水呢。下一个目的地导航的时候，胖仔发现他的地图没有下载，现在正在研究。我们已经出门40分钟了，还在迷汉。找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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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。别慌，别慌。把车停在离那个城堡最近的一个停车场，然后车还挺多的，现在步行过去。这个停车场是要收费的，一个车不限时2块钱。前面好像快要到了，我们走了差不多20分钟了。每开一点。他现在要控流，然后里面就剩300个人，所以在排队。我们已经到门口了。1:45。长得好滑稽啊。这里我们等着进去了。胖仔，嘿嘿，走吧，走，过来。照顾老特别好看。我们中午那边来的时候在下雨，人还挺多的。现在太阳出来啦，就从外面看好美啊，真的像就是中世纪的那种童话的城堡。